这是我的车，也是我的家。我这辆车呢是福特新全顺的这个底盘啊，我这辆是汽油自动挡，现在有新款了啊，是2023款柴油自动挡啊，9AT 变速箱，相对比我这个配置要好很多了，因为柴油的呢就可以加装这个双发的发电机了。这辆车呢是前三后二五座的布局啊，很多小伙伴呢说它没有卫生间，其实是有的，在后面隐藏起来了，有卫生间，10升的电热水器，可以洗澡，还有马桶。那这个车最大的亮点啊，就是它整个后面这个可变形的魔术布局，它可以变成单人床小边座，单人床卫生间啊，对坐卡座，中间还有个小桌子啊，也可以变成 U 型的沙发卡座。那终局布局呢，就会变成1.5×1.9米的双人大床啊，二排座椅向前移呢，床还可以加长啊，个子高也没问题。那它还配了这个50升的房车专用冰箱，还配了12伏的房车专用空调。100升的清水箱啊，不锈钢的清水箱，里面带防浪板的，还配了这个，50升的也是不锈钢的这个灰水箱啊，相对那个质地要好一些，而且还有这个洗菜池。那我这个车呢，电配的挺足的，配的800的锂电啊，3000的逆变，200瓦的太阳能板啊，还有行车充电啊，所以说日常用电是妥妥的了。那我这辆车呢，目前玩了2年多了，目前也是我最喜欢的一辆车，既是车也是家。未来怎么玩不知道，估计这个车还是会伴我浪迹天涯。关注我，了解更多房车生活。